Hello， 我江江，现在赶快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按下小铃铛哦！耶、yeah, ，飞起来，飞起来，飞起来了！各位，我飞起来了，我是一只小鸟，不对，这是老鹰啊，这是一只老鹰哦。现在天气不太好、哦，没差啦，风天空这边飞，哇，可以切换视角，水哦。哦，啊，降落一下好了，降落一下。哇，它在飞的时候脚会打开哦。我伸出来，我要降落在杆子上面。不太好降落，不太好降落。OK， 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哇，太酷了吧！可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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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哦，吼吼。老鹰哦，我试试看，可以停在屋顶上面，屋顶上感觉比较厉害啊！飞飞飞飞飞，攻击他一下，攻击他一下。不好攻击哦。上来上来，对啦，不难控制啊，其实只是一开始比较难去掌控那个力道，没有。来来来，我要固定在这个屋顶上面 ，OK OK， 哦，哇，酷了吧？哎，我试试看那杆子可不可以，杆子应该是有点困难啊。过头了，过头了，过头了！哎呦，不好降落啊！不的，看一下烟囱哈，烟囱。哎呦，看一下烟囱，烟囱怎么是长这样？它没有孔哎、欸，它没有孔。等一下，等一下，看看进去看一下，不好降落、哦、这个。我看到是砖块，砖块用，然后它在冒烟哎、欸，这样子有点不合理哦。哇，啊、哦，攻击鸟类吧，这个，看看怎么攻击他们，居然飞过头，不会攻击，还是我不知道怎么攻击啊？不。先降落在这边看一下。哎呦，酷哎！看看是什么？哇，好酷哦！原来麦田从这个角度看长这样的、啊，有东西可以吃啊，这个。
啊，我们去沼泽区看一下好了。沼泽区应该很多小东西可以看，沼泽区应该很多小动物可以吃哦。我们去沼泽区一下好了。飞啦，起飞，飞起来，飞起来，飞起来，可以哦，可以哦。哎，鳄鱼！哇哦，好可怕，咬我！要跑？咬他吗？这个？哎呦，他们射什么啊？不好咬他们哎！哦 no！ 哦 no！ 他在枪决他们。哎、欸，开打开打！不要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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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射！哎呦，哎你啊喂！怎么可以这样射我呢？我是老鹰啊！至少成功救了一个人啊，没有？他原本要把他枪决的。哇、哦，好酷哦！好啦，各位这个音。母主就要到这边了 ，OK， 那喜欢帮我按个赞，下次再见了，拜拜。Esa chica quiere selfie, selfie que yo parezca en él. Como que ella quiere